靠，靠，靠！有人来了好几个人呢，一满编，大厂那有呢。特色，特色，特色。哎，求生欲望还挺强，不小的。求生的欲望还挺强。倒一个，倒了几个了？了了，倒了仨了，那就还剩最后一个。先不补他啊，把他最后一个队友调出来。搁海边呢。你看到了吗？不好调，最后一个队友搁我后头呢。哎，死了！我开车去找他。哎，搁你那边呢？就在你那边。哎，在我这里，我靠！别给你弄了，赶紧撤，赶紧撤。刚才我打那人也倒了，也死了，就剩他最后一个了。他已经吓得瑟瑟发抖了呢。我离你老远了，我冲不了，我想冲。完了。哎，他们打哪去了？我靠！全部都大厂。几个人啊？啊？几个人啊？应该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了，被他拉起来了。你打倒那个被拉起来了。对，现在就剩一个了，你又打倒了吗？就剩一个了。哎呀，哪里焦虑？就在这里，在这个围墙的后面应该，看见没有？这是，哎，走位。卡住！看我怎么治他的啊！自个发挥了。这傻狍子他不攻我，是傻狍子。这就占领有利地形了，他就搁围墙这点。别着急啊，稳住。喂，小伙子，喂，小伙儿，兄弟，开全麦没？可能是没开了，你开了，你队友是不是都死了，兄弟？就剩你一个了吧？哎，兄弟，老铁，哎呀，兄弟，你知道我谁不？兄弟，大主播，他没开全麦吧？搁这呢。哎，我要上来了，敌进我退，他敌退敌退我追呀、啊！哎，你回音怎么这么重啊？我把麦关了就没了，搁这了，又跑到这了，完了没雷了，他跑不了了，现在被我吓得瑟瑟发抖，还被人机打了，人机还会过来帮我削他。来吧，小伙子，你这小子挺猥琐呀。看着还搁那，还搁这瞅呢，那气人不？我要想弄他，早就弄死了。我就合计那啥的，那啥的啊。
还有个人机是不？搁哪呢？人机在哪呢？嘿，嘿，人机呢？这事儿弄的，搁这边啊，这边俩人机，我去，有两个人干起来了，过去收个人头。我去，不好，在背坡，完了，赶不上了，赶不上了，赶不上了，完了完了，给补了，人头没了，影响我成为淘汰王。我去，搁这，哎，那个呢？啊，搁这。去死吧！影响我成为淘汰王。我的天哪！前头有辆车，挺好。来吧，兄弟！那哥们儿不说让我治雷吗？我自己打车爆了，算不算？算不算治雷呀？我去，这车这么坚挺，打车算不算自雷？好了，算了。